my day. Cause these memories of her won't go away. 大家好，我们是绝代双 Q， 我是大哥宗 K， 还有 Mini Henry 跟小小 Q X。我们有今年的来宜兰好多次哦。我们今天我们又来宜兰了，可是我们今天不是住民宿，我们今天是住饭店。对，我们这次来到宜兰的月川酒店。哇，进来这个大厅就已经哇，好漂亮，好大。对啊，这里它这个也算是一个亲子的酒店。对，它这里也有一个很大的游乐设施。对，然后还有很多活亲子的活动。对，像我们等一下呢，四点就要参加一个，就是带小朋友去全联买东西的。对，他会给我们100块的餐券。对，一百块购物金，让我们去闯关。我也不知道规则是什么，就很好。我觉得现在宜兰很多饭店都有这样的设施，很棒。对，就是变得说你不是只是来住饭店，就是有很多的活动可以参与。饭店里面也有很多的活动啊，规划可以让你玩得很开心。对，然后就是也是很就可以值回那个住饭店的钱，这样值回票价的感觉。然后他们在饭店也不会无聊，在饭店里面有很多活动可以玩的话，你也会玩的光是在饭店里面你就会觉得哦很开心。对，然后你看我们一楼它也有那个咖啡厅，是有下午茶供应到晚上。哇，然后免费的哦，免费，你要新进去随时都可以吃，这样子是。对，然后它里面还有那个阿玉，那个阿中玉冰城的冰也可以吃，这样。对，如果你早点来，你就可以赶快去挖个冰，休息一下，喝个咖啡，这样。喝个咖啡，哇，太棒了。对啊，像是这是从下午到晚上都有供应。对，所以是蛮好的，就没有说你一定要在这个时段赶快吃。对，然后就可以吃的比较悠闲一点。对，然后我们听到已经有很多小朋友的。对，因为等一下要准备去玩这样。对，我们等一下准备四点，我们刚刚 check in 完，然后已经把行李放到房间里面，等一下再带大家看一下房间。对，那我们先去玩游戏。然后我们准备参加小小勾，你很适合还有背心。你很适合哦。你是吃冰的店员吗？对，蛮像的。他每个小朋友会发一个这个月川的这个背心去参加活动，这样很近，那个全联就在隔壁这边而已，超近的。所以游戏规则呢，就是等一下要买至少两样商品，然后加起来要在97、98、99、100都可以，这四个数字区间都可以，然后要记得拍照。拍照拍价格这样就好了，就是考爸妈了，就考数学，对，他大一点，失心疯乱买，我们要阻止他。对，好，然后我要买这个，应该还可以，好，那我等一下会不会只买我的？那是阿中玉冰城，好吃，好吃好吃哦，我凤梨口味跟大红豆口味，是啊，我也吃不出来太出来，他感觉有三种，因为我们上次有吃过，我们上次去民宿的时候有吃过，好吃。什么口味？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买东西了吗？你可以挑你喜欢的东西，但是不能超过100块，好不好？两个加起来不能超过100块。然后过个马路就到了，好近哦！超近的，住这边可以买东西买很快。对，全点买宵夜呢。对啊，很方便哎。你先挑你喜欢的。你看这一样就63了。这很大盒啊，啊还不错哎。不行，这样不行啊！像一样63，两样就超过了。有这个好像不行，太贵了。我们去看一圈，看有没有什么你最喜欢的。任务要买两个。奇虎饼干49块。啊，这胡椒盐啊。买胡椒盐干嘛？我们买那种小包饼干，这边很多很多。我喜欢那个。小罐的好不好？小罐一个35块。可以啊。好不好？小罐的才可以买。好，来拍照拍照，妈妈帮你拍照。好 ，OK。拍到价格有没有？有。好，有价格哈。35块。好，35块。剩65。你算很快。这个海苔的。太辣了。这是海苔。不辣的啊。这海苔口味。20块一包。要啊。要不要？好，那拍个照。啊，对。拍个照。植物奶有2罐超过了，优格超过了，我们剩多少？我们剩45块，果冻17块，啊，17块，现在多少了？17，45减17，还剩28，剩28块，28蛮好买的，你看28块，28块一罐一碗泡面嘞，这里有，这28块刚好哎，28块，28，这还不错啊，我买这个，好不好？这个可以哦，维力炸酱面。
对呀、啊，28块一碗，哇，很赞！我买了4个东西，刚刚好、哦。哎、欸，拍个照，最后一碗，哇，还买好多、哦，4样哦，都你喜欢的吗？你们这里刚好100块，好，谢谢。咖啡厅直接通2楼就有，游戏室可以直接通，哎，好方便哦！哇，游戏室在这边，这边要记得要穿袜子哦，大人小朋友都要穿袜子，很大呢。电动游戏区耶，哇哦！我还没骑开赛车呢。对啊，哦，你在修轮胎。那这边还可以借桌游，借2个到房间里面玩哦，超多种的，你看它有 menu 很多，还有矮人矿坑呢，好可爱哦，超多有一个 menu， 你就要的话你就跟他借到房间玩。我会玩。有很多，我们慢慢看。我会玩。你会玩这个？哦，鳄鱼耶！那我们来玩那个鳄鱼的啊。好啊，还有海盗桶哎，好多好多好多。借了2个桌游。耶！回房间玩，他明天他9点关门前都可以来换哦，然后到明天再还就好了，很棒，超贴心。晚餐超丰富耶，超多东西，有咸的、甜的，有各种日式、台式，什么式都有，还有牛肉汤，而且它有牛肉，就是厚切这种牛，还有烤鸭，然后烤虾、烤鸭，然后虾子、螃蟹，还有现冲牛肉汤，而且牛肉看起来很新鲜，有这自助餐很强，比汉来的看起来还新鲜，哎呦哎。而且它的那种风格，还是日式的啊，对，寿司啊，都有，手卷也有，海鲜也有，海鲜也很多，手卷也有，然后热食也有，然后甜点呢、啊，甜点，然后刨冰啊，对，刨冰机耶，对，选择蛮多，就其实你看这个饭店外观，你不会觉得说它的晚餐感觉非常厉害，但我现在吃觉得感觉很厉害，其实对，就是想不到就是对啊。蛮厉害，因为我看很多旅行团一团一团进来吃饭的，对，所以这里我们平日晚上是满的，这里可以为了晚餐，对，特别来吃晚餐，我觉得可以。就路过宜兰晚餐不知道吃什么，你先订这个，也可以耶，自助餐来吃这边，对，还不错。然后它是从5点半到9点，对啊，就跟自助餐供应的时间。供应蛮久的，你可以晚一点吃也可以。然后我觉得它捕获速度算很快。这一把的小弟啊，开始射牛了，跟人家嗨。用力！嗨！还用力！吃好饱哦。哇，我觉得平日它没有翻桌，就直接5点半直接吃到9点半。我看很多人都坐在那边，哦，超级超级超级满足的。从正餐甜点，然后酒啊什么的，哦，吃到饱，真的是大家都坐在那边聊天，就很棒。来，我们要来坐火车喽。这个是住宿都有送一张免费一个人一张，然后他在餐厅外面3楼这边。坐火车喽。会睡着了吗？我们坐第一车厢。好可爱哦。有一个已经睡了很久。我也要睡。嘿嘿嘿。帮我们试下一趟哦。哦，好凉快哦。
餐的恩，用来吃早餐的。对啊，那早餐也不错，选择也蛮多的。对，也蛮多的。对，就是一样都有那种现煮区啊，然后还有那种熟食区，就是本来就有的，然后还有冷面啊，就是该有的都有的。嗯，对。就昨天晚上吃太饱了，所以先炒，对，稍微吃，然后就选几样喜欢的吃，这样。像我就选他们的葱抓饼，然后还有那个冷面。啊，有葱抓饼的。有在炸物区那边。哦，我是吃鸡蛋糕。哦，鸡蛋糕也蛮，感觉是那个，它是写现烤松饼嘛，是吗？对啊，就像鸡蛋糕那样。对，像鸡蛋糕的松饼一样。好，我带大家开箱我们的房间。来喽，我们今天房间我觉得算蛮大的哦。嗯，因为房型很大，然后你看房间这边之间的距离也超宽敞，所以小朋友在这边跑来跑去都没有问题。对。然后这个房型呢，它就是有彩绘的那个墙壁，就是亲子房，然后就有两大床，然后也可以再塞婴儿床都可以。然后这间最棒的就是它有附玩具，然后迪迪真就很喜欢玩这个那种复合的那种玩具盒。这个感觉很好玩。对啊。然后他们这个房间还有一个特色，就是有一个 AI 语音助理，叫小美系，就叫小美系。设备目前没有网络连线。没有路。像我们昨天就说家帮我们放音乐，他就帮我们放音乐。对，那天放什么？放周杰伦的音乐，他也有放。还蛮特别的。对啊，很少看到这种，顶多就是通常很顶多用蓝牙音响。弟弟也在，弟弟也在跟他讲话，对不对？你在跟他讲话。然后他的厕所也很特别，他的厕所，他的入口是。真的哇，厕所其实也不错。就是是要防止小朋友会一直乱开那样，小哦，小宝宝啦，小宝宝会想要开，对，因为他现在会开，弟弟现在会开就哦，很会。然后也是就有一个很大的台面，对，也有一个大浴缸，然后有淋浴间、免治马桶，对，很大的化妆镜，超大的，对啊，超级无敌大，很宽敞的环境，他弟弟可以跑来跑去，对不对？弟弟嗨，跳舞，是跳舞跳舞。他们的亲子备品也很多，像婴儿床、床围啊、消毒锅或者澡盆，他们这边都有。好了，我们退房了。要退房了，已经退房了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咖啡厅，很棒哎，很适合我们拍个结尾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它这边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它那个房间，然后房间外面都有很多的书籍，可以来借阅的。哦，对，大人可以借书籍，小朋友可以借桌游，然后小朋友也有童书，也有童书。它就在房间，它会放一些，然后在你的那一层楼的电梯口出来，也有很多的书可以看，这蛮特别的，我觉得。我觉得还蛮好的，住起来的体验非常舒服。对。然后我们这两天就真的在饭店里面玩，就已经玩得很开心了。对啊，还不错。对，我觉得真的是很适合亲子旅游的一间饭店。对。然后设备也很新。对，还不错。嗯，住起来也很舒服。对，只是这间它就是唯一一个缺点就是它没有泳池啊。哦。不过就是如果没有玩泳池的，其实也来这边很方便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好了，那我们这次影片就到这边喽。喜欢我们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留言、开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有记得拜拜。哎呦，睡着了，睡着了，弟弟嘞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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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